欢迎莅临第十六届新世纪优质企业理念与价值创造研讨会。我们即将先在开始之前播放一段共享经济前导影片。我们今天谈的共享经济是一个趋势话题，但共享经济从不是件新鲜事。早在这一词出现前，共享分享不时发生在你我的身边，这是一种单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早期传统社会以物易物概念为共享的出芽，像是朋友之间借书或是共享一条讯息，包含邻里之间相互借东西，其实都是一种共享的形式。但这种共享受制于空间关系两大要素，一方面讯息或食物的共享要受制于空间的限制，另一方面共享需要有双方的信任才能达成。千年之后，随着网际网络 Web 2.0 的时代到来，各种网络虚拟社区 BBS 论坛开始出现，用户在网络空间上开始向陌生人表达观点，分享讯息。我们可以看到大家使用的是电脑、手机、社群软体，散播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2010年前后，许多共享平台的出现，解决很多像是路上车水马龙、无法停车的困扰，以及解决闲置资产还没拿出来被运用。例如，您可以将多余的车位资产暂时转移出去，解决社会困扰。现在，你今天可能跟别人一起租房子，你将可以体验不同的住房、不一样的室友等。开始从纯粹的无偿分享、讯息分享，走向以获得一定报酬为主要目的，基于陌生人且存在物品使用的暂时转移，联系着全世界的人们的共享经济。共享概念早已有之，我们今天谈的共享经济是一个趋势话题，但共享经济从不是件新鲜事。早在这一词出现前，共享分享不时发生在你我的身边，这是一种单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早期传统社会以物易物，今日研讨会分为四个场次，议题内容分别为：第一场次，平台商业模式、科技创新与管理；第二场次，共享经济的灰色地带、科技应用与政策的冲突；第三场次，掌握共享经济的科技应用趋势；第四场次，开创科技资源与共享经济新商机。稍后我们马上进行第一场次论坛，再次诚挚地感谢您的参与，谢谢。现在即将进行的是第一场次平台商业模式、科技创新管理论坛。第一场次论坛主持人为辅仁大学资讯管理学系杨明贤教授，主讲人为中华民国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政委。现在恭请杨教授为我们进行主持本场论坛。好啊，这个崔校长啊，我们这个在座的这个长官啊，这个我们张董事长啊，那非常难得，我们这个今天邀请到这个啊第一位啊，这个我们的主讲的嘉宾啊，是我们的啊刚刚主任提到我们青年们的心目中的神啊，资讯之神啊，我们的行政院的唐凤政委。那唐政委呢啊，他不仅是我们啊这个青年的这个翘楚啊，他是一个资讯的奇才，而且是一个创新科技的实践者哦。那他呢，受邀进入我们行政院内阁啊，负责的业务呢啊，是我们的社会企业、青年事务啊，以及呢开放的政府。
那以他的个人的专长，以他的视野，以他的所拥有的这些经验，我想呢，应该是今天这个奖题最佳的这个贵宾。我们真的非常难得，谢谢他百忙之中愿意来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那我们知道共享经济始于科技，这个科技呢，我们政府呢，他个人的这个实践呢，他知道科技创业当中那个创新工作者他需要什么东西。但是刚刚我们院长知道，科技创新带来的我们行为的改变，会冲击这个制度，需要一个友善的管理。今天政委进入我们的政府机构内阁，负责开放政府，那他也应该怎么管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角色应该是很自然分享。然后在座的青年朋友们都应该很想知道，我们这样的共享经济应该怎么管理它？那我们呢，非常谢谢有这么一个时间，能够请政委面对面能够来分享，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谢谢大家，大家早安，大家好。那我其实整个演讲都是 Q&A 哈，已经有朋友在上面提问了，但是我想我还是解释一下规则好了。大家都可以很欢迎扫这个 QR code， 那或者是开一个网页，那这个网页呢叫做 slido.com， 那上去之后呢，就可以输入今天日期前面加一个零井号，不用输入就是01020哈。那输入之后呢，你就会进入一个匿名的聊天室。那为什么是匿名的聊天室呢？因为通常这么大的场子要举手发问，就需要一定的勇气之外，通常实际问出来的问题大概都打了7折左右。那但是呢，其实我们是很希望说有一个比较直接的 Q&A， 所以其实大家都要拿手机嘛，你也不知道是谁问的，所以这样的话匿名的问题就比较有挑战性哈。所以这是一件事。那我示范一下，就是说任何一个问题，别人可以按赞，你如果看到一个问题你也想问，你按赞就可以了。那任何一个问题，其实当它浮到上面的时候，就表示它按的赞的数量比较多，那我们就会把它高亮度起来，然后呢就是回应它。我比方说这个的回应就是大家好就可以了。那所以呢，大家在想要问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从现在开始大概到10:30左右，我就会交错的，就是先用一些简报稍微分享一下我们在行政院里面对于创新，尤其是所谓的社会创新到底是怎么样的方式来做共同管理，做 co-creation 啊。那但是呢，在这个中间我会随时切换回来，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我就会果断放弃我的简报，然后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所以以上是今天的时间结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好，那到底什么叫做社会创新，然后以及这个跟刚刚讲的就是科技时代管理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是在台北空总，就是本来的空总的基地，它是在建国花市旁边，然后呢一个叫做社会创新实验中心，就是以前的空总 TAF 基地。那现在呢已经被装潢成这个样子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我每个礼拜三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都在这个地方，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聊天，是我的 office hour。 那我唯一要求的条件就是讨论的记录要全程都公开上网，那除此之外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去谈说，他有一个最新的创新的想法。事实上这个空间本身也是上百家社会创新者一起集思广益做出来的，当时还在除了一间会议室之外，其他都是一片废墟，而且地下室淹水还淹到膝盖的时候，我们就是召集了这个全台湾的上百家的社企跟社会创新者，那他们就许了很多愿望，一般的政府的创新空间大概不会满足的愿望，就像放天灯一样，然后大家这个大家都觉得这对大家都好，我们就实做。好比像说还有厨房，有咖啡厅，有专属的厨师，每天开到半夜11点等等，都是一些让人就是觉得很高兴就可以使用的空间。那你只要能够讲出你的创新到底解决什么社会或环境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免费的使用这个空间。所以连这样子一个像足球场的，其实也是席汉尔的画作，就是席汉尔画出来的作品，再由另外一家社会企业把它具象化，变成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空间摆设。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每一种不同的人群，他都对社会有不同的贡献。那所谓社会创新，除了解决社会问题增进社会公益之外，还有就是它是 creation innovating with the people， 就是不是只是 for the people， 是不是只是帮大家创新，而是 with the people， 是跟大家一起创新。所以说呢，有事没事在这个办公室大家就会看到一些很创新的东西，像这些是无人车，看起来是很像某些外星生命体，
然后就整天在那个基地，然后跟经过化石的人潮互动。那这个事实上是 MIT Media Lab 跟北科大一起的一个计划，叫做 Persuasive Electric Vehicle 或者 PEV。 那这些 PEV 都是自驾的三轮车，三轮车虽然这个同样也说跑得快，但事实上跑得很慢，意思就是说它撞到人撞到东西都不会怎么样，这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一个东西，让大家能够透过开放式创新的方法，任何时候不只让这些车子更了解我们对它的互动的期待。好像有些人想在经过花市里面买花，因为花盆很重，他不想拖着或者推着，所以呢就一直放在旁边，那个就跟着你了，好像同伴动物一样的无人车上面，然后买到最后你就骑上去，然后他就把你载回家，这就是一个使用方法。或者互动式的导览啊、旅游观光啊，都是其他使用方法。因为这个是开放源码，而且他搜集的资料是开放资料，所以说任何人只要看不顺眼它的任何一部分，你只要稍微会一点电子工程，或者是你会一点点程式，你就可以马上改变它的逻辑。也就是说，这个是回到所谓的 personal computer 的概念，就是每一台电脑是个人的电脑，所以所有的这些 AI 也是 personalized 的 AI。任何时候你对于跟它的互动有什么新的想法，你也可以自己的任意去改做，这个原作者是不会来告你的。这个就是叫做开放源码的一个精神。所以透过长期的这种互动跟实验，我们才能够了解说，到底大家觉得最舒服的互动方式是什么。不只让他们更了解，就是这些工具的创立者更了解台湾实际的社会的情况，也让每一个地方的朋友们更了解说，从这些无人车的角度看出来世界是什么样子，一起去找到一个安全的创新的边界。那刚才呢，其实在影片里面跟在致辞里面，我们都听到说，为什么这些新的科技创新往往会带来社会的一些动荡，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在以前大家对于政府的角色可能有一些期待，这个期待呢具体呢就是表现在组织的期待跟仲裁的期待上面。什么是组织的期待呢？就是关心经济的朋友，也许左边那个省级是经济部，就会去跟经济部讲话，关心环境的朋友们可能是跟环保署，就会去跟环保署讲话，中间的那根绳子是大家平常看不到的专业的文官系统，就是在中间呢不断的进行拉扯，然后呢试着在中间找出一个仲裁的点。那虽然这样子一个治理模型在上个世纪应该是说公共行政学的共识啊，但是到了这个世纪呢，尤其是有 mobile web 出来之后呢，忽然之间呢就破产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大家不再需要明代政务委员、立法委员或者任何部委就可以组织起来，任何人只要有个 hashtag 对，任何一个群组开的对，忽然之间十万人就聚集起来，或者25万人就上街头。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其实政府的组织能力已经大幅度的被削弱。那第二个就是新的东西太多了，每一个不同的平台经济的题目，不管是刚刚讲的这个无人三轮车分享平台啊，或者是刚刚讲的住房啊等等，我们不可能每一个新的太阳冒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出现一个新的委员会、新的部委、新的什么三级机关去处理这个全新的东西。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如果要一个一个用以前这种仲裁的方式来处理的话，那就是至死一分。所以我们目前在推广的就是一个叫做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协作式的治理模式。我们先创造一个空间，就是一个沙盒，一个安全的，但是大家还是可以看到创新是怎么回事的这样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把大家连接起来，在意商业模型的可以发展商业模型，在意社会公平正义的人权的可以发展社会的公平正义，在意它对环境要能够永续的可以去看它的环境的碳足迹等等，那在意治理的可以去要求它有更多的透明的责性的这些工作。也就是说，当它是一个大家都有第一手经验的东西，像那些无人三轮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进行实质的对话，而且我们只问两个问题，一个是说大家立场不同，那没有关系，到底有没有一些共同的价值？那第二个是说，既然我们找到了一些共同的价值，有没有可能找出一些创新是不要牺牲大家的共同的价值，对大家都好的一些创新？所以就是不断地问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迈向所谓协作式的治理。所以就是 as promised， 我现在会来看大家问什么问题啊。不过最后就是业配一下，这是一个一站式的入口网 sandbox.org.tw， 在大家在上面就可以看到说，从今年开始，所有的想要挑战现有的法规的，所有觉得目前的法律甚至是挡到这个创新者的，大家都可以申请说，我在接下来一年，我在某个地方，我就是要犯法，其实不是犯法了，就是我就是要用我所想象的那个法律的版本来运作给大家看，来证明这个对社会是好的，这个才是完整的成熟啊。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主管机关它是抱持着一种，过去的个案可能真的是不应该扩大到同案，过去的
通案可能母法没有的限制，也应该要废止，也就是说是怀着一种比较 humble 比较谦卑的这个心态去让大家能够更容易的做创新。那么很多时候不需要实验一年法规就松绑了，那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嘛，就是说在以前如果我驳回你的申请我只要花一天，但是我如果要重新解释法律让你变得合法可以去进行这个生意的话，那要花一个礼拜要签个好几级嘛，在承办人的角度来看。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当你在 sandbox 申请，因为是公开的，是公益的，也不是土地厂商嘛，所以就是如果我现在松绑让你能够营运，我只要花一个礼拜签一签公文，但是呢我如果把你驳回，你就会进入这些部费的沙盒，我要陪你耗一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大部分承办人都选择说好了，那我还是松绑就好了。所以就是说有一个沙盒在这边其实不一定要用，但是有一个沙盒放在这里的好处，有好几个沙盒放在这里的好处就是说，哎，承办就会自己想一想，我到底要陪他耗一年，还是说其实现有的法规真的并没有禁止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上百个例子在三道上面都是直接大家申请，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去做解释。好比像是有朋友想要把自己的私人的停车位分享出来，他在上班的八个小时里面让别人停，然后也收费，但是呢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呢，他不想被他们停车场来收税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去看说，哎，到底他是不是业余的。那业余的意思就是平均起来一个月平均每天不到八小时，那这个时候就不认定作为停车场，本来也许是可以变成什么沙盒的，但是其实财政部跟交通部想一想好了算了。那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就很快的因应平台经济做了法规调试。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想啊，现在及时的问题都可以直接丢在上面了。嗯，好，Slido 上面目前然后在大楼的时候，好的，有九个问题。九个问题呈现一个 power law 的分布，绝大部分的票数都集中在第一题啊。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有30位朋友们想要问说，请问你怎么看创新者面临与传统产业或传统结构竞合的问题？尽管有合作的机会，传统产业往往是主动在竞争的部分，而传统产业多半在传统政治结构当中有较多的优势，所以你应该能抢政策，进而让创新者落入政策环境的劣势。你在加入政府之后，对这样的状况想必有更深刻的感受，那觉得有怎么样的可能性和方法？那所以过去变态是好，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它本来的所谓的竞争为主的思维，就是大家在那个拔河的思维啊，在以前没有这种协作式治理的时候，确实就是会有一些很擅长拔河的，很擅长连绳结的，很擅长在这个脉络里面去运行他们的不一定公开讨论的这样子一些 power 的。那但是呢，其实我们这些沙盒的出现，它一部分的目的就是在让 existing player 现有的这些工作者们能够了解到，所有这些 horizontal power 就是新的大家公开去接出来的东西，它虽然不一定 reinforce old power， 但是它是 complement new power， 意思就是说我们虽然不是加强由上而下的这种权力运作形式，但是这样子发展出来的东西说不定对现有的也有好处。那这个听起来非常抽象，所以我就拿平台沙盒当做例子。我们今年是一月国发会先通过平台经济法规调试原则叫 platform economy， 那今年四月金管会开始收件，开始做所谓的金融沙盒。那我们现在刚刚一读通过了，就是立法院已经一读通过了，快要三读了，我们的无人载具沙盒是由经济部来主政。那当然通常会还有各种无需实验品化等等，其实有非常多了，但是大家比较有听过的大的大概三个。那关于跟传统的业者的合作，我想在金融沙盒里面我们就有很好的例子。像金融沙盒目前有审核通过的一个案子即将开始实验的，是说各位如果是比较年轻的同学，那跟银行是没有授信的记录的话啊，好像在廉政中心里面各位的这个栏位可能都是空白的这个情况，那但是呢你还是想要跟银行有一些交易，还想要请信用卡或者是有一些授信的额度，那这个时候按照金管会本来的那一个风险控管计算准则就没有公式可以用，各位的授信额度是没有办法算出来的。那这个时候呢，同时有另外一家电信商，有一家 Telco， 他呢是想说，哎，大家很多年前有跟他们反映说，我去银行开户，我要拿双证件，我要跑一趟银行，非常的不方便。大家现在都觉得说 ，banking 是 something you do， 不是 somewhere you go。所以意思是说，我很希望在手机上就能够开户。但是手机上开户的问题是说，你手机这个就算是有开双证件好了，或怎么样好了，其实它人别确认的这个能力呢是比较弱的。所以呢，大部分的银行不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就把它当做所谓的 KYC。就是他就比较了解你，然后才愿意开一个
账户原因。所以说呢，这家 Telco 就专门就申请了一个创新沙盒。它的申请函是这样的：当年你去办它的 SIM 卡的时候，去办它的账户的时候，其实已经这个账单啊等等，你都已经给过双生线了。所以他的 argument 就是说，那他当年就已经做过 KYC 了，他觉得他的强度不逊于银行的强度，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大家每个月呢可能都有缴499的账单，哈，可能有些人缴到1499哈。那按照你的缴的账单的这个数额不同，他的 argument 就是说，他可以算出你的授信额度，因为你连续半年以上都这个好好的缴的电信费嘛，那说不定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氪金之类的。所以从他的角度来看，你是有信用额度可以算的。他认为金管会的这个风险控管规则可能已经过时了，他可以用一套算法把它算得更好。但是呢，其实大部分的银行呢对此都是观望的态度，因为你怎么知道会不会被做成人头啊，会不会被这个亲朋好友拿赶过去用啊等等。但是呢，总是他们找到了一个既有的话呢，就是凯基银行，然后他们就一起去送了这样子一个创新案。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面，他们就可以违法，但是这个违法是有限度的，就是只有4000人。那在里面呢，只要有第五个人被抓出来说事实上是冒名顶替，或者是他演算法没有判断正确，这个实验就终止。那我们就感谢投资人帮大家付了学费，因为他的资料这些都是要公开的，风险系数都要公开的，大家就知道下一次你要用一个不同的角度来切入。但是呢，如果他实验一年之后是成功的，也许可以扩大。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第一个整个社会都可以学到新的风险系数怎么算，以及第二个现有的金融的 player 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这个风险系数是可以算的，那他就可以加入这个工作。但是呢，对各位年轻的朋友来讲，这个就是所谓的金融普惠，就是本来没有办法去使用的金融商品，那现在就可以使用了。所以他也可以说，哎，他对社会是有好处的。所以无论如何，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被大家都不牺牲的情况下，让现有的 player 他不需要一下子就投入进来，可是反过来，他也不需要去买广告去全盘打压他，大家都是抱持着一个就是我先看看再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立法委员也不需要去管一些自己没有第一手经验的东西，像我们现在的无人载具沙盒，它是世界第一个是由经济部而不是交通部主政。交通部主政在其他国家陆海空大概一定都是分别实验嘛，但是因为是经济部主政嘛，从技术处的角度来看，这些都一样，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实验一些开一开就飞起来的车子，或者是从海上航行一下就跑到陆地上的自驾，我也不知道叫自驾什么载具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经济部收单之后，他就去每一个地方政府，他真的有偏乡运输的需求，真的有捷运没有盖到这边的最后一里接驳的需求，无人载货的需求等等这些需求，去把它在安全的系数里面每合起来。所以 again， 这个为什么现有的物流业或者现有的这些大众运输业不会觉得说好像一定要打压这些实验，原因就是因为这是 open innovation， 在这个过程里面，它累积的这些风险系数、这些资料共享、这些各自保护的这些方法，这些大家累积出来的社会的共识，这些才是这些现有的 player 最觉得需要累积出来的东西。所以它这个 disruption 就不是好像忽然之间一个人顶着独大拿到了全部，而是说它的这样子一个实验是能够贡献出来，即使立法院需要4年才能够把这个法律修正通过，但在这4年里面，大家都不断累积对于这种创新的这种知识。所以这样子的想法就是所谓的 regulatory co-creation。然后我们也发现说，既有的 player 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是比较不会去打压新创，因为他会觉得新创到最后你准入条件通过了，4年最后4年，好比像说你就是真的有 monopoly 嘛，你在这4年里面真的就是只有你在做实验啊。立法委员花了4年，终于把法律定下来，你还是要面对竞争者啊。那你面对竞争者的时候，当然最好的伙伴就是一个已经很了解这个风险的既有的 player， 你们就可以组成战略的同盟的一个关系。那所以这也是让既有的 player 能够更看到创新的一个基本的方法啊。所以这是对 MM 这位朋友的一个回答。有13位朋友问说，沙盒的制度是否有它的限制？因为某些牵涉到高资本、高时间成本类型，或者牵涉到安全的可能，实验的部分是不是很少？例如今天提到的共享出屋和预防后很明显的安全差距测试，和进行沙盒吗？非常好的问题。那首先就是说，我想，哎，这也是 MM 好 ，OK， 好。那无论如何，我想说，沙盒制度首先是讲是有限制的。即使是我们是成文法，我们是用成文法去排除了所有相关的法律，以及所有即使我们一时想不到相关，但是创新者觉得还是应该要挑战、应该要犯下的这个法规命令或者是自治条例啊，那这些都是可以在沙盒里面去 challenge。但是呢，每一次法务部我讲到这一段主题的时候，就一定要我业配念一下警语，说但是洗钱跟资助恐怖分子
是不可以实验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实验下去会怎么样，我们已经知道结果了，风险系数已经蛮大了，所以谢谢啊，但是请不要来实验室前或者资助恐怖分子啊。以上这个法务部的业配结束。那意思就是说，对，确实还是有些红线，并不是没有红线的，但是这个红线其实还蛮宽的，就是在里面其他的部位、其他的局处，包括你的其实金融场所，你可以去需要中央银行的法规命令；如果你现在是无人载具场所，你可以去需要就是内政部或交通部的法规命令。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不是单一部会所主管为限，所以这是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呢，其实像共享住屋的这个部分，共享住屋其实台湾本来就有，就是所谓的民宿。那民宿呢，也是在之前国防利益关系人的讨论底下，在某些民宿根本就是已经是大宗的一些地方。那现在呢，我们是放宽了，让地方政府能够去指定说好，那这一区虽然它不是传统上所谓的观光区，但是事实上观光客是非常多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民宿它就可以使用既有的民宿法规去进行营运。那但是呢，现在大家想要 challenge 的可能还不只是民宿的这件事情，还有很多很多别的事情。好比像说，现在有很多农社企，就是在农业区去经营社会的共享的企业，它也可能是用合作社形态，可能是用协会形态，它很想要自己来就是分享它的住宿，然后办一个小小的旅行社，然后呢去振兴这个地方所谓的地方创生。可是呢，他的那一个区域里面就没有大的旅行社愿意跟他做策略的结盟，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面临了旅行社的资本额的这个准入门槛。那这个确实就是这位朋友讲的，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觉得开一个旅行社真的就是高资本、高时间的一个类型，而且呢，如果倒掉的话，会有非常多人这个受害嘛，所以他必须要高度规管等等。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在现在这个沙漠的概念里面，重点倒不只是说刚刚讲的人数的范围或者部件的范围，它也包含地区的实验，而地区的实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第一个，每个地区还有不同的社会需求；第二个，我们在地区分区进行实验的话，我们即使是像五区频谱这样子一种非常就是高度规管密度的东西，我们都可以说，那我们在五区正式上路之前，我们就先在所有想要用五区这边去做的自驾车，另外一边去做的边物流，在另外一边去做的 VR 直播演唱会，但是它都是在特定的区域里面，所以即使是同一个频谱，空间上它是隔开的，也没有干扰的问题。那这个就让同一个频谱在全台湾可以同时甚至做上百个沙盒实验，而不需要担心说它外溢到说，哎，好不容易全台布了点了，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技术不太好，然后就所有人都血本无归，台湾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对，就是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因为大家在布点的时候就在一个小规模的地方布点。所以同样的，我们现在也在检讨说，是不是可以就是引进像日本那样地方性沙盒的一个概念，可能明年就会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就是中小级新创企业署。对，成立之后，我们就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 picture， 是说，那你如果这个所谓的旅行社，它只是做一个小的地方的地方振兴，它全部接的单子都是来这个小的地方，而且它的盈余可能有一定的比例，它是回馈到这个地方的创新或创生，那我们可能就可以像日本一样，去把它归类成这个农灾或者这个地方再生的一部分，而不会让它觉得说它跟一般盈利的旅行业是一个竞争的情况。那就是因为它在地区上面有所限制，而且这个地区也没有一个很高面的一个旅行社，所以我们就开始有这样子沙盒实验的空间出来。所以再次强调，就是说这不是中央政府从上而下我们要部署多少的战略特区吗？不是这样子，而是我们实际去询问每个地，我们看到每个地方的朋友他们的一些想法，就是所谓的 regional innovation。那我刚讲说我在空总，每个礼拜三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都是我的 office hour。但是呢 ，office hour 呢，在经营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说，会来台北空总找我的，如果不是就是住在双北的，那么就是住在高铁旁边的。那这个其实是蛮不公平的，是不是？所以呢，我就同时每两个礼拜二，我就会去巡回在全台湾。那像这个是在应该是花莲吧，然后同时别的朋友也可以视讯进来，这是所谓的应该是台东大学。那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些朋友呢，当他跟我 meeting 的时候，他不是只跟我一个人而已，而是十二个跟社会创新相关的部门全部都在空总。那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说你如果听到一个新的概念的时候，心里有些反弹的情绪的话，那么空总这边呢，因为他的那个记得那个喜欢人化的足球场啊，或者是有厨师专门做的很好吃的东西啊，有这个很舒服的音乐啊，椅子也是工业设计感非常好啊之类，这些情况下，他比较愿意捐弃成见，好好的来听在地的朋友们碰到了什么法规上面的障碍跟问题。
是一件事。那第二个是说，以前这些朋友如果他是坐四个小时的普通话来台北，坐15分钟的简报，而且都是跟单一部会做哈，在旁边的部会看起来他都是一纸公文而已，但是资讯就不断的在过程里面流失。但是现在因为我实际去那边可能住一天，但至少待一整天去听大家实际的状况，而所有这些12个部会的朋友们也一起听到大家的状况，所以当部会 A 接到球的时候，他就不能够有一个反射动作说，那这个是要跟部会 B 会上哈，因为部会 B 就坐在他旁边。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事前他们都已经有做准备，所以球就不可能漏接，他们就可以交头接耳，甚至说好，那这个我们答应一定在2个礼拜之内给大家一个具体的回复。那因为这个是有逐字稿的，所以想的是要算数的，所以在过程里面，第一个就是说公务员的 credit 他们的这些专业性就会被大家所看见，因为大家都是有名有姓的，不是都被这个政务官收割走的哈。那但是第二个就是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有风险的话，那就是外来单全部的风险，因为最后当然还是我说，哎，这件事情呢要公开上网啊等等。那因为是我做的这个决定，所以当然我担最后的责任。所以在有人担风险 ，credit 就可以共享，何乐而不为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做了很多跨部会的这样子法令的松绑，然后以及让大家更了解说，这是地方的需求所产生出来，这真的不是一两家业者，也不是所谓的由上而下的这样子一种创新方法。有42位朋友们想知道说，共享经济目前前景看好，很多企业都开始谈共享的概念，而共享经济有没有泡沫化的可能？就像2000年的网络泡沫一样，因为现在很多企业都对这个概念非常的乐观。其实首先当然这位朋友，这其实是一个 loaded question， 因为他已经有预设的答案了嘛，就是当然有泡沫的可能，那不然你不会问。但是呢，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吧，一个是说。我们都知道有个所谓的技术成熟度曲线，或者说所谓的 hype cycle。那什么是 hype cycle 呢？就是任何一个新的创新出现的时候，当大家发现说，哎，你可以解决一小部分的问题的时候，就把它扩大适用到非常非常多的地方，这叫做这个 hype cycle， 它长大概是这样子。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创新都在 hype cycle 的不同的位置。那但是呢，其实创新本身它的扩散呢是需要时间的，它是这样子慢慢扩散的。但是呢，这个 hype 就是大家投资人这个炒作的这个状况，是一开始就会有个不合理的期待，然后接下来有一个不合理的绝望，然后再慢慢跟上这个创新真正的曲线啊，这个是一个等于是一个通说的啦。刚才的每份报告大家都是这样子写的，所以说我们这边在问的就不是说2000年的网络泡沫到底让多少人倾家荡产，我们要问的是说，在2000年网络泡沫大家投入之后，到现在大家用网际网络的时间是变少的吗？显然没有变少啊。网际网络的应用是变少了吗？也没有变少啊。大家用网际网络时间是变多的，但网际网络的应用也是变得更多的。当时砸下去的这些所谓的泡沫，诚然让一些人血本无归，但是每一个这样实验出来，都是在帮整个社会交了学费，让我们更了解网际网络它应用的边界在哪里，要去突破这些边界。所以这个对创新无论如何是一件好事，只是对投资者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所以这是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是说，我们现在在这样子共享经济概念里面，我们从规管者的角度来看，就像刚刚讲的，我们不想管一些我们没有第一手经验的东西。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种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我们其实最在意的就是说社会自己的互信，不要被这种新的东西所拘束或所摧毁。所以在这里面，像我们有平台经济法规调试方案，那也是由这个 B 团的平台讨论出来的哈。那它基本想法就是说，那平台介于就是服务提供者跟使用者中间，但是呢，这个平台的性质它到底是黑箱，就是说这个主要契约条款啊、重大影响力控制啊，这个所有东西是不是都是平台在决定嘛、啊？它是不是这个劳动、税捐、消费者保护跟保险这些东西，它是完全不管，还是它会愿意去帮助双方去了解更多这样子的行为？它越透明，它越愿意去分享这些资料，它越像 open innovation， 我们就越愿意去跟它去合作。他越黑箱，他越不愿意分享这些东西，他根本就是实时决定哪一个服务提供者来提供服务，然后又不揭露服务提供者的名字。那对不起，到最后我们就只好把他当作服务提供者来看待，因为事实上他就是服务提供者嘛。那如果有准入条件的话，他也要符合这些准入条件。那所以我想，这些其实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的。我们整个目的现在就是说，我们把以前都是比较是私下跟部会协商的东西，放到一个公开的地方，就是国发会的新创法规调试窗口。NDC， 大家可以看到它是 Sandbox 三个后场 ，Sandbox 是前店嘛，它是三个后场之一。
那所以说在这些里面只要比较像平台经济的，那我们就会放到这个后场去。至于它是共享还是不是共享，我想这个就是让实际在用的人按照他实际用的方式去决定。那这个就是秉持弹性的自律创新的原则去解除不必要的管制，那这个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守的是这些底线，但是在上面的创新我们尽可能从以前好像挡着大家的路变成站在大家旁边辅导大家更了解这件事情的这个角色。所以这个就是行政院及所属各机关因应平台经济法规调适的一个参考原则的一个精神。好，我们还有20分钟。有35位朋友们问说，这个很多人问法规永远跟不上科技需求，阻碍发展，行政府如何处理？我想这边有两个 point 想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说，法规不一定需要跟上创新发展，有些创新对社会真的不是好主意。大家即使在沙盒里面看了一年，到最后就发现说这真的是坏主意。那所以这个时候法规不需要跟上它，相反的，法规应该是让大家看到这是一个坏主意之后，一起决定这真的是一个坏主意。所以我们现在在讲法规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是所谓的文字为主的这个成文法规 text based law 哈，我们也在讲所谓的 code based law， 就是有一些东西它是已经可以写在演算法里面的，是大家都已经有共识的，你写进去之后它自动就会发遵，它就不需要你在事后再去追查再去稽查。那其实所谓的分散式账本治理 blockchain governance 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你如果把一个 blockchain 设计得好的话，在这里面它甚至可以去成诺一些数学上面的一些性质，等于靠数学就让你自动保障了某些特定的性质。那这些特定的性质，你事后当然还是有一些稽核啊什么东西，但是最好就是你 front load 它，就是说去把大家能够接受的这些性质，就直接写进这个程式里面。那因为这个是靠大家的共识分散式的方式来运作的，所以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说，哎，那他愿意分享的资料，他没有停，他都是分享。那这对大家的互信都是有帮助的。我这边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说我们在明年年初即将开幕的沙伦智慧绿能动物园哈，那个在里面大家没事就是从高铁站出来，大概就可以看到有一大堆无人载具在那边就是跑来跑去。那这是一个封闭场域，大家在开放场域实测之前，要先在这边对安全系数有一个评价。但是呢，这个又不像车测中心那么远，没有人会去玩。这个是在高铁旁边，大家随时就去看的。所以这个情况下，第一个你可以看到它那种互动的场景；第二个你可以在行控中心去看各种各样的模拟。好，比方说如果路上有很多机车，它有一个自己的专用道，它是不是能够去放在这个专用道上，不要去跟机车争路？或者是说，如果碰到妈祖绕境，或者是像今天大规模游行的话，那这个无人载具到底会如何处理？好，大家都很想在安全的情况下先把它看清楚。那如果发现说，哎，这个时候车子就暴走，跟这个出号机一样的话，那当然这是一个坏主意，我们是绝对不会让它上路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车子它能够解释得很清楚，它到底看到什么样的情况，也能够让旁边的人了解的话，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创新才是我们能够接受的创新，然后我们的对它的期待也可以直接写进它的程式码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让各个不同的利害关系人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但是可以凝聚成同样的创新。那另外一个例子呢，其实就是我在巡回各地的时候都看到大家对于空气品质都是非常的关心。那但是呢，这些朋友们呢其实不会等到环保署去布设站在自己家里旁边，大家自己就用环教的就是像小区啊或者是自己家的这个阳台啊等等，就架起了G0B的这个临时公屋观测网的一个点，就是所谓的空气盒子，大家可能听过。那空气盒子呢的好处就是它不是只是在离你近的地方量空气品质，它也是上传到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开放式的网络，是由中研院的朋友们所维护的。那在这上面我们就可以一次看到台湾的数位落差地图，不是一次看到台湾的这个大家实际的空气品质的趋势图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环保署一向都是抱持一个打不过就加入的态度了。所以第一个是说，别的亚洲国家大概都会开始打压了，不会到2000个点，可能200个点就去查水表了哈。那但是我们的做法呢，就是我们会去挑这些公民社区可能布不到的点，然后去布这个跟他们 complement 的图，甚至呢，大家觉得境外的污染源到底有没有啊？到底 contribution 多少很重要，所以这边也应该有一个观测站。但是呢，这边的观测站，我想公民科学家是绝对不会去布的。但是我们会，因为我们有离岸风机嘛，所以离岸风机又有电，然后又有通讯装置，合而不为就可以挂一个空气检测器上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它一向是用一个 partnership 一个伙伴关系的概念。也因为这是开放式的创新，所以全世界的朋友都
都可以自行下载、自行去运用。那任何的公益社群根本不需要签什么国对国的双边协定，就可以把台湾研发出来这一套去解决他们的社会跟环境问题。所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就是前瞻基础建设里面计划叫民生公共物联网。这个 CI 哈，它是可以被当做 Civil IoT， 但是也可以当做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就是群众智慧。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像 CI 点台湾、AI 点台湾。SI 社会创新点台湾 ，Smart 点台湾 ，Bio 点台湾，所有这些都是一站式的网站，一次跟全世界的朋友解释台湾不分中央跟地方，不分各个部会对这件事情的立场跟系统，其实也是一个平台。因为在以前 ，Google 关键词大概就找到四个部会，四个不同的网站，两个中文，两个英文，而且上面的这个资讯还彼此打架哈。所以我们现在是用一个一站式的方法，去让国际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到底我们在做什么呢？这个就是你看，全世界都有贡献，全台湾各个不同的个人都有贡献。其实他们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可能并不一定那么高。那所以说，大家就会很觉得说，哎，那国网重新把所有人的资料都征集起来，然后让所有想要分析模型的人都可以上传 code，bring code to data 嘛，大家就可以实际的做科学。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说国网重新不会在选前一天篡改大家放上来的空气盒子的资料呢？国网重新当然不会篡改大家的资料，但是是有人会怀疑嘛？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需要部署一些促进择信的技术。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code based law， 意思就是说，他们就挑了一个分散式账本，叫做 IOTA， 然后呢，跟台湾研发这个分散式账本的朋友们合作，把所有空气盒子的资料在送到国网重新之前先照一份快照，然后存到区块链上面。这样子的话，国网重新也只不过是一个节点。如果有人想要篡改资料的话，马上就被区块链上面的人发现。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便宜的方法，然后让各方都可以促进择信的一个技术。那这个也是回应这位朋友，就是说，虽然大家现在觉得区块链的各种应用就是非常多的热情，可能很多泡沫化，但是往一个反过来想，就是本来在做密码学跟基础数学研究的这些朋友们，其实真的没有赚钱的本事啊。那但是呢，现在因为区块链关系，大家都蛮有钱的，而且都可以有钱去付基础研究啊。所以这个时候，无论如何，它累积出来的这个科学跟研究，对于之后的应用，就像当年网络泡沫化的情况是有利的，因为我们就可以拿里面对择信、对互相信任帮助的部分，就开始慢慢的去部署。那至于它到底能不能够取代现金啊，这个取代信用卡啊，这个是给这个五年以后的朋友再去 worry 哈。那但是当然你也不一定因为世卫政委这样想，所以就要这样想。如果你今天就觉得说啊，它已经可以取代信用卡了，那我们非常欢迎你提出金融沙盒的申请。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愿意被证明说，这个我们现在应用已经 ready 了。那有三十五位朋友想知道说，全人共享经济能共享什么样的成果组合和务实的工业方法？因为我认为共享经济能面向大部分社会行为，但这些社会仍然有人会提倡共享方法，而比较偏向于拥有权。那我认为划分出拥有权和共享学组合的可能用某些标准和团业广告的族群是好是坏。例如，脚踏车另外一个广告共享右广告跟自己购买的捷安特广告拥有权右广告。那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并不一定那么对立而分的吧。对大部分人来讲，就像我刚刚讲的共享停车位的例子。大部分的时候，其实他还是在停他自己的车，他只有他自己不在的时候，才给别人稍微停一下。那同样道理，就是即使他给别人停了，就是好像一年，他每年这个每天平均都给别人停了一两个小时，你去问他说这是不是你的停车位，他还是说这是我的停车位，就是这两个观念并不是冲突的。他是觉得说他分享出去对他没有坏处，他说不定可以多交一些朋友，或像在民宿的例子，他能够让别人更了解这个在地的文化等等，对他有一些。不只是金钱的，当然有金钱很好，但是也有社会意义，甚至有环境意义，因为可以就是大家共生嘛，节能减碳嘛，什么之类。那所有这些意义，就是 meaning based 的这些东西，才是让大家愿意共享的基础。那当然，它的经济的部分，重点是在确保它的永续性嘛，就是至少我不要赔钱嘛。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重点还是这个 solidarity， 就是大家之间彼此的信任、彼此的连带，能不能够透过这个共享行为而促进而发生。所以我不会觉得说这是截然二分的状况。如果你的互信的程度觉得不太足够，你不太想再跟这个平台玩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回到完全拥有的模式。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这个平台真的很好，然后呢，我很愿意在上面去分享，那当然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说，那我这个拥有权可能只是暂时的啊，本来人在世界上就是暂时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把这个尺度拉开来看的话，其实当然大家都是有暂时的拥有权，拥有权本来就是一个幻觉。但是无论如何，大家都可以去把自己的这个幻觉的这个浓度啊，现在好像叫做纯度啊，就是多纯的这种幻觉程度，每个人都可以放在一个很自己高兴的
自己觉得安心的情况。那如果我们回去看平台经济法这条实原则，它整个目的也就是要促进大家不管在保险、在个人资料、在安全等等方面的信任，因为这个对 governance 对治理来讲，这个才是重要的。那所有其他这些所谓的创新，那个都是它一时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比较好的方法，但是也许明天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出现。有34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新闻报道台湾实施共产小课时的负面情况关系实施了，我才知道政府原来已经有这个施政上显示出与公众沟通对话是不是不够呢？创新冲击这些问题思维，甚至需要宣导新科技及新的知识，代表实施前需要更多的沟通以及宣导，这个阶段往往也对创新与否，那公部门基于架构及分工公务体系的思维，在这个部分应该如何跟创新者使用者来协调呢？好，那第一个是说，我们其实有经营很多我们叫做自媒体啊。那像公正做网络参与平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就是这个自媒体，所谓的自媒体，就是我们把所有的法规命令在预告前的60天都公开，让大家可以讨论。然后呢，不只是行政院给大家讨论而已，连监察院每次看到行政机关做了什么创新的事情，他也会在上面问大家有什么疑虑。很多时候我们很羡慕监察院，因为我们问大家有什么建议的时候，我们能够收到30-40的就已经很好了。但是每次监察院问有什么疑虑的时候，他们随便就说100-200个，所以显然就是提出疑虑是比较容易的啊。那但是你跟一个新的做法提出了疑虑之后，监察院并不是不做事，他们是收集大家的这些疑虑，把它整理成公共行政系统听得懂的东西，回来问主责的政务官。好比像说像台北的社企大楼，它本来是庇护工厂，但是现在变成用1块钱租给身障就业的这些社会企业，然后让他们试着就是用自负盈亏的方式去挣更多的人。这样子审计部就很难审计，他到底用什么审计原则？所以就会被市议员是问吗还是丁吗？所以呢，他们就不如去问全民说，好了，到底大家有什么疑虑？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所有人就把这个疑虑具体的提出来之后，他就汇集成9个不同的这个构面，然后实际来为负责社会企业政委，也就是我。那我把它回应之后，他就建立一套新的审计原则，然后告诉大家说，你看，大家疑虑我们都建立了新的原则来解决这件事情。那这个就是开放政府一个非常好的涵容式参与的一个精神，因为你不需要所谓提出专业的意见，你就可以参加，你只要提出疑虑就可以了。提出疑虑的能力大家都是有的，所以第一个是说，我很鼓励大家去看地方政府以及审计部在这个上面的公共参与。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也在这个平台上面去公布所有1300个各个不同的就是所有各部位的中长程的1年以上的计划，它实际 run 的这个情况。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就有预算视觉化。你可以看大家关心的所有的执行的进度，那重点就有一点 TW 能够带有累计执行率、预算执行率，它每季或者每月的月报，它到底招哪些就是标发了哪些研究案等等，都全部是公布在上面。而随时只要你在上面提出具体的问题，那就会有开放政府联络人，就是每个部会里面擅长跟这些不特定朋友沟通的朋友，实际来回答。甚至如果大家民怨沸腾的情况，像去年5月嘛，有一个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那这个是一个联署案嘛，终于也有联署功能。那这个联署案呢，其实说真的没有任何建议，全部都是疑虑满满的负能量，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那在那个底下的留言高达85%吧，都是财政部长下台、官贸公司什么勾结的，什么有没有的一大堆非常脑补的东西哈。那但是呢，其实呢，它确实就是在反映大家的一个挫折，就是报税心情已经不好了，然后用那个报税还这么难用哦，真的是心情越来越不好。那所以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介入，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个部会都开放政府联络人，像财政部的杨金亨，他就不到48小时就拨了一个邀请函，说所有最吵的这些朋友。是有方式，都进厨房来，就是请大家2个礼拜之后都到财政资讯中心，一起来把报税系统把它做好。那像这样子，就是回应刚刚这位朋友的提问，就是我们是主动抛出一个邀请，所以所有联署的朋友都知道说，2个礼拜之后你能来台北就一起来贴便利贴。如果你不能来台北，你透过线上直播、线上参与用 Slido 都还是可以参加。所以这位提案人才愿意相信我们，然后他又出现了。叫朱志远，那他本身就是一位设计师，那设计师就是最看不惯这些事情，所以谁在乎谁痛苦啊？那所以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就一个抱怨软体惹怒设计师，所以我们就把网络上所有的留言进行了整理。但是很神奇的，每次我们抛出这样的邀请之后，风向就逆转，就高达80%的内容都在非常有创意的有
积极建设性的提出批评指教，而不是只是谩骂，只剩一成多还在那边说在这不躺下，还是没有人理他。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发现说，哎，我们真的不会和谐网友的言论啊，我们会把网友的言论分门别类，用使用者旅程的方法，从收到宣导，然后安装、前置准备、选择登录方式。那大家写自爆多，我们就是贴自爆多；大家说华丽到让人迷惘，我们就是贴华丽到让人迷惘。我们绝对没有和谐的地图，但是。如果500个人都来洗版说自爆多，那对不起，还是只有上片的一天，还是只是自爆多而已。所以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可以有个 overview effect， 可以一次看到大家觉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像去年5月这个的版本，你报完税之后会跳出一个小娃娃说：“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想要让你心情好一点。”那就有位朋友一针见血的指出，他想到了报税心情就不好，所以这个痛快嘛，这个现在痛就快一点，不要再浪费时间让我心情好了。快把它结束，事情才可以变化。所以一般使用者设计都是服务设计，就是你随着 touch point 这个心情要越来越好。那报税员来先变就不可能，所以我们的设计目标就是心情不要变差就可以，然后赶快结束。所以在过程里面，其实大家就可以看到说，所有真的有参与这些工作坊或者看直播的伙伴，又想想就是吵得最凶的，越在乎越痛苦的这些朋友啊，跟我们五区的国税局，跟我们的官网网路，所有大家这个好像以前都是脑补虽然很苦，但大家都是错的啊，就是在网上骂的这些朋友们啊，就全部都就事论事的看了四次工作坊，对于刚刚那一张流程图里面的每一个部分，一起去集思广益，把很丑的东西变成今年很漂亮的东西。那虽然今年这个的 approval rate 大概是96%，但当然我们也了解还有4%的朋友不是很满意，但是至少这4%的朋友，第一个不会一直去传播一些不实讯息，第二个揣测的讯息，那第二个是他们了解到他们的想法也会在明年 take into account。 而且对于主管机关来讲，最好的部分就是说，也有朋友建议说，以前嘛，财政部都每年就是报税那一个月，都每天都付一样的这个网路费啊，跟主机租用费。但事实上，所有朋友就观察到说，明明就只有前2天跟最后2天有流量而已，因为大家都是在这2个时段去报税，所以呢，你每天都付这个最高流量，其实是蛮浪费钱的。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变成用云端部署的方法，那中间的所有的这些机器的费用就省下来了。所以这整个流程再造案的预算是负的，就是说大家都有省到钱，我们拿里面的一个 fraction 一个零头去办这些工作坊。那这样子的话，公务体系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一个真的有省到时间，省到力气，不用加班了，那就不用一直接客服电话，不小心想哎，他们去跟朋友借 Windows 还要被这个找出来骂哈。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对所有的 risk 都减低，工作量都减低，而且还有 credit。 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公务系统是非常愿意来配合的。有28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创新传统网友起冲突，那是不是碰到互相拉扯的案例，以及是如何去这样突破，往往没有经验去参考如何评估这个风险。确实我们目前的做法就是要让所有相关的朋友都有第一手的经验，那这个第一手的经验很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因为如果没有第一手的经验的话，我们就无从建立政府跟民间的互信，因为你连事实的部分都没有办法对齐，那何况是所有的互信。所以第一手的经验是最重要的，那这是我们办公室5个核心价值，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互信是放在最中间的。有了这个第一手的实施经验之后，我们才能够去促进社会创新的文化，让大家去觉得说，有些事情以前确实政府做，但其实民间做就更好啊。那为什么要一直让政府做呢？那我们就自己来用社会创新的方法做。另外一方面，这除了让公务人员有作业流程更轻松之外，这个本来的拉扯就可以变成互相帮助的这样一个力量。公共民生物联网跟环团的这个关系啊，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在无人载去沙河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透过这个 B 台湾的平台 ，B 台湾的提案者贡献坐在这边，我们蔡律师。那就是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其实当时 Uber 刚进入台湾的时候，纳税纳保纳管，就是从这边凝聚出来的共识。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几乎所有这种 emerging 的每一个部会都不想要当做卤煮的这种题目啊，就会先跑到这里来，然后大家先透过 AI moderated conversation 来问一下大家的意见是什么。什么叫 AI moderated conversation 呢？其实就有点像 Slido， 每个人都可以提出对一个新兴的事物他的想法是什么。像这个是无人载具，当时在跑 police 的时候，哎 ，Lisa 就说，那我觉得它的时间跟空间的边界都必须要清楚的标明。你可以按同意，你也可以按不同意。随时你按同意或不同意，你的这个小圈圈就会跑在你的 Facebook 或 Twitter 朋友中间，让你可以知道说，哦，我是哪一挂的这样子。但是不只是这样子，而是他我们没有 reply 的这个 button。
就跟 Slido 一样，你如果觉得一个问题问得不够好，你唯一的解决方法是你问一个你觉得大家会很赞同的问题。所以同样的，在 Post 上，如果你按了一些 Agree Disagree， 然后你现在很反对，你也不能够去贴个表情包去骂他，你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你贴一个你觉得大家更能够接受的一个想法。那这样子的想法随着大家慢慢凝聚，我们到最后总是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就是说有拉扯没有错，也许有五件事情大家就是好比像说，到底当年就是计程在我面前过去，我是不是还是拿起手机叫 Uber 这样子的一种感受嘛，就是非常 polarizing， 刚好50%的人在一边，50%的人在另外一边。但是呢，大家就这个异中求同嘛，大家能够了解到说，好，那我现在感受不同，但是感受并没有好坏，感受也没有对错，那就是个人感受而已。所以我们给了一个月的时间给这些个人感受之后，其实到最后一两个礼拜，大家都花大部分的时间在这些共识上面，大家好像还是竞争，但是竞争在大家最会按赞的这些东西上。那所以对我们这些法规命令政策的讨论者来讲，我们才可以从本来这个完全好像摸黑，我们自己也没有第一手经验，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需要做仲裁的情况，变成是好像是开设大家都有 GPS， 然后大家都知道说，我们现在到这边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往哪个方向？是看了这个之后，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然后最好的想法就是能够照顾最多人感受的想法。所以一个能够让感受视觉化的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这个也跟我们传统的所谓的社群媒体是蛮不一样的，因为在社群媒体往往越讨论右边的部分就越过了，大家就开始互相叫嚣啊，贴表情包啊之类的。那但是我们所营造的空间，不管是join平台，不管是 Slido 或者是 Polis， 它都第一个没有回复的功能，第二个都会 encourage， 都会鼓励大家去提出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感受。那在这个情况下就会发现说，虽然有先来的有后到的，有传统产业有创新产业，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价值是大家都同意的。好，那因为时间就已经到了哈，非常不好意思，那所以后面的问题我就没有办法一一回答，但是呢，这个我们有专家在这边，所以很可能我们就可以对于接下来就是不管是虚拟通货、金融沙盒或者是洗钱方式这些所有相关的竞合啊这些题目，第一个很欢迎大家在个 OH 啊继续讨论，那第二个我们也很期待接下来讲者在这些方面对大家带来的一些精辟的分享，谢谢大家。演讲，现在请杨教授为我们进行总结。好，谢谢啊，我不能总结了，我想这应该时间是要他继续讲。我想刚刚我们听了郑伟的一席演讲啊，大概有两席之长，讲话速度很快，行动力很强啊，这非常难得。而且他思路很清楚啊。那我想这个啊，其实我教的曾经在教这个电子商务教了蛮久啊，教了快20年啊。但我想以前对电子政务啊没有信心。那我刚刚在一天空，我觉得哈，事实上，只要你真的有开放的这个心胸，对不对？愿意去面对这个真实的这个环境，那用创新的科技，确实是啊能够有很好的作为哈。特别是像大家这种关键的科目有没有？那我们可以想办法来慢慢来督促啊，来这个主管机关，然后大家一起来这个帮助环境的一个保护，我想非常啊棒的一件事情。那我听起来都，如果要总结，我觉得都是就是 try and fail。失误了哦，你不要怕说，哎，这个是不能做的，虽然看，但是有限范围的尝试。那大家这样彼此要慢慢的来相信说，哎，这件事是可以的，啊，逐步来尝试之后的，慢慢建立起大家的共同的信心。所以刚才讲的时候，这一点就蛮重要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通过科技来改善我们整个环境非常棒的一种做法。那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这个数位政府继续能继续下去。啊，不管这个政党怎么样呢，我希望你不要这个再轮替哈。那我们这个啊，这个非常感谢他的成功的政绩哈。那也谢谢他愿意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再次欢迎他，非常精辟的演讲，谢谢他，谢谢他。感谢杨教授及唐政委的分享，请主持人及主讲人留步。在此，请杨军主任代表辅仁大学企业管理学系颁发感谢状，以示感谢。请杨主任颁发感谢状给杨教授，请杨主任颁发感谢状给唐政委。掌声感谢唐凤政委的无私分享。请杨主任颁发感谢状给杨教授。
没电了，这个手没电了。首先感谢由一晨教授的主持。感谢一晨，感谢一晨。请再次以热烈掌声，谢谢主持人及主讲人，感谢大家的参与及讨论。各位来宾，本场次论坛已发表结束。下一场次共享经济的灰色地带科技应用与政策冲突论坛即将在11点于此会场举行，届时将诚挚地邀请各位来宾与我们共同参与讨论。各位来宾若不愿意下一场次，请将问卷缴回至招待处。同时，本会场外已备有茶水及点心，请各位来宾自行取用。我们将于第二场次开始前5分钟提醒大家。